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月14号、15号、16号，也就是这个周末和下个礼拜一的周末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，这个周末狮子座的朋友新欢出现，生活幸福感增加。天蝎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适合轻松的度假哦，那么家庭聚会特别欢乐哦。巨蟹座的朋友呢，则是享受美食，特别的满足哦。周末两位星座要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水瓶座的朋友，交通的违规小心收到罚单。双鱼座的朋友呢，则是发现哦，财务有一点透支哦，生活当中钱不够用。各星座周末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你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8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粉红的颜色数字4，风象星座请你用蓝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金色幸运数字3。